5月30日，拉尔斯·福格特将以钢琴家的身份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，亮相2019国际钢琴系列。三部勃拉姆斯极富代表性的钢琴曲集、贝多芬钢琴奏鸣曲《热情》等一系列严谨精致的曲目，将为观众诠释德奥钢琴学派的演绎精髓。2年前，拉尔斯与乐团就是将这套曲目带到了北京，音乐家热情大胆的处理为乐迷们留下深刻印象。此次拉尔斯将回归本行，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全然展示他在钢琴领域的深厚造诣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